这色泽，哎呀，也是没谁的。大腰猪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远。今天呢，去市场买了20个生蚝、20个扇贝、20斤的鸡腰子。咱们今天呢，做一个生蚝扇贝烤鸡腰。咱先把这扇贝处理一下。咱们现在把这生蚝处理一下，鸡腰用清水冲洗一下，剥了点大蒜，咱们做点蒜末，剁好蒜蓉，清水冲洗两遍，准备点小米辣。锅里烧点油，把蒜蓉炒一下，油热以后放入蒜蓉，放入小米辣，蒜蓉变色以后把另一半放进去，倒入蒸鱼豉油、蚝油、鸡粉、盐、冰糖，把这鸡腰简单给一下刀，每个扇贝里边放一个鸡腰，咱现在把这扇贝烤进去，生蚝也放进去，烤的时候再淋点这个蒸鱼豉油，尝尝，尝尝。嗯，今天要烤熟了啊！尝尝五斤，尝尝五斤。嗯，肉挺嫩啊，挺好，挺香啊。哎呀，好烫。嗯，可以爽。再来一个，还是大个的好烫。那鸵鸟似的鸡，啊，真鲜美。嗯，中间不亮场啊。嗯，软乎乎的正好。嗯，甜的也热，鲜美。肉真不小，这大块肉。家伙，这大肉啊！这色泽，哎呀，也是没谁的。嗯。大腰猪，生蚝，尝尝尝尝。原来这是鸡腰啊！嗯，挺好的，行啊。鸡腰，鸡身。